走了，这个球挥棒落空之后，捕手传过去 ，safe。哦，王威成盗垒成功。打者和玉德呢，则是挥棒落空，变成了良好球，没有坏球。那这是王威成呢，在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第一次盗垒成功而已。对，我是一个打跑战术，打到坏球，这没办法。哇，看起来是有挑战的空间。嗯哼。我其实詹姆好像并没有打算要这样做了哈。对，教练看的大概是盗垒成功是没问题。